算啦，都慣。呢程係沙田去紅磡，我近到去後面望下係唔係錄緊影，其實得嘅，入帝都停一停咯。傳少少啦，其實只要唔阻住人，跟住我走喺後面裝一裝就得噶啦。但我相信架車係會入咗 P 波噶啦，已經，因為我裝一裝呢個 action 咧，係應該要除安全帶嘅。冇入 P 波啊，佢係 D 波。是不是錄緊影呢？哦，咦，我不知道為什麼 trigger 到個 P 波，只是安全帶而已。 Anyway， 是錄緊影的，我將個 focus 校好一點。不是喔，由佢啦，不要校。好啦，咁呢度系帝都酒店啦，咁就目的地系红磡。咁右边嘅左边嘅冇车啦，而家要睇下右边。咁都冇乜嘅呢个钟数。而家时间系夜晚8:45。咁对上一段片咧就冇开 IS， 即系冇开防震啦。咁呢个就直头要换埋支 camera 啊，即系换埋支镜头啊，因为防震佢会 crop 噶。咁我直头要换支11mm 嘅镜，而家应该系12，佢防震都仲有两个毛噶，再开劲啲一个可能扭尽11添啊。GoPro 好似系等效16mm， 所以好似仲劲过支11mm。即系我呢支11mm 系 crop 成支一点几啊？1.6，17.6添。好啦，而家就向思瑞进发。冇理由跟住阿巴士尾噶，仲要绿灯添。嗱，我应该过到前面架越野车嘅，不过未必会过，加速得快。佢咁嘅速度好难过。Stay straight to Paper Lion Lake Tunnel Road Drive。嗱，好坦白啊，呢条上斜嘅路，我平时翻工我都可能开70噶。因为平时如果翻工嘅话咧，塞车就会喺呢度开始。冇咁严重嘅，应该过即系去到大围嗰个位咯。冇啊，直出啦！望多次，冇啊，直出啦，争好鬼远。跟住快线啦，跟住自己 set 到80啦。系啊，我开埋自动扭态，佢系帮我扭态嘅，但系。佢個自動扭態唔係真係100%可信啊 ！I mean， 有時佢個自動扭態令到我有少少擔心。另外，原來塊中鏡係會俾我部相機擋住嘅，我再研究下有咩好嘅擺位先。咁今日當住冇中鏡先啦。咁副 van 係 suppose 唔係靠中鏡啊嘛，靠左右噶嘛，咁中鏡呢樣嘢係有問題咯，都唔係擋曬嘅，擋咗40%啦，30%啦。其實我原本買中鏡細，但係咧問題係佢個話中鏡佢連埋個後窗有個視野唔係特別大。所以其實佢係中鏡嘅 size， 我諗都唔好用佢啦。
啊，後面係 check 入嚟嘅，但係佢喺後面嘅入嚟，所以就唔需要理會啦。前面我滔滔，好自動跟前面嘅車慢，所以我又慢啦。好似係好近個路牌，但係我唔知係錯一錯，咁佢係 cancel 咗個 auto steer 啊。咁又落到滔啦，你試下俾佢過啦，梗係。咁而家開翻 auto steer 啦，入 C 上呢個21嘅位其實冇嘅，一定難唔到佢嘅，除非我行快線，即係 I mean 隔離 cut 入嚟嗰條線，但係呢個中數嗰條線唔開。嗱，我有啲擔心前面嗰個景月台落斜嗰個彎。啊 ，sorry， 先到場。今日行到七十，我衰鬼。咦，我將 auto tow 啦。喂喂喂，佢應該 detect 唔到我將 auto tow 喎，可能係唔知跌咗定係唔見咗。落車揾下。我將 auto tow suppose 應該擺喺擋風玻璃後，雖然嗰個行車證後面嘅，但係我想做個高貼咗嗰個隔熱膜先。但可能喺停車場唔見，或者喺應該似係停車場，唔好呢個時候算。哎呀，冇一張貼紙，可能要俾唔知50定100蚊。我左手邊冇車嘅，咁佢嘅踏盤嘅 auto steer 令我覺得唔係好放心。嗱，而家40梗係冇事啦，因為前面嘅車，喂你哋得到30咁去嘅咩 ？Disable 得，唔係喎，佢 disable 嘅係佢仲係 steer 緊嘅喎。出 auto steer 是 disable 的，但是它好像还是 steer 的。喂，等等，它突然间 break 了，喂，不得
聲音來源咧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嚿三角形嘅鐵誒叫咩？鐵圈仔，三角形圈圈仔，勾住喺個其中一個相機架嘅相機帶嘅位嗰度。喂，呢、這個位置有串燒啊！都冇辦法㗎啦，你閃唔到對面嘅。哎呀，隻箍又跌咗落嚟。嗱，右手邊啲箍咧全部係冇跌過嘅，但左手邊咧係跳一次跌一次。未試過公主道揸咁慢啊！ Anyway， 八仔 ，A B 五十 ，OK。嚇？靠右？唔係靠左咩？啱嘅 ，two power one，two power one，OK， 系啦，呢个系啦，跟住呢度咯，跟住一个好急嘅左眼，前面就可入啦，唔记得叫乜嘢啦，是但啦。我冇學 auto steer 嘅，但係我唔敢超過50咁上。跟住呢個位靠右，過咗條鴛鴦線之後。Now keep right to stay on Hong Kong Road。呢個位置是不是可以轉右？好像可以的，所以我要 cut 翻向。嚇、啊，呢、這個位置不可以轉右的？啊，好像是啊，要在德安街過咗先可以轉入去紅黃堡。好啦，咁都到呢個黃埔站啦，咁段片應該可以拍完噶啦。咁今日就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